欢迎收看标股智囊团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哥啊。今天台北股市呢是七月份第一个交易日，也是第三季以及下半年全新的开始。今天台北股市啊，一个好兆头，中场呢收盘涨1一百六十八点六六点一六八啊，还加六六大顺哈，这个兆头是意涵相当的好。 来，台北股市今天大涨哈，那整体看起来来讲的话，这个气势如虹啊，成交量也来到三千三百亿，所以这攻击量也都出来了啊。那真正重点在有领头羊带动嘛？领头羊在哪里啊？不是台积电，不是联发科，而是怎么样？广达，对不对？今天再创高。 什么？伺服器龙头再创历史新高，啊、哦，伟创再创新高，二三六八金像店再创新高，所以这些股票它们带动的趋势已经很清楚了，AI 相关的股票啊，连袂创高。 所以今天这个盘是可以说是上涨有理啊，啊上涨有理。那当然我们在操作，你说这些股票其实大家都知道了。但是上个礼拜大家还在怀疑 AI 的时候，大家还在怀疑这个担心第三季行情搞不清楚的时候，甚至投信做账。 还是结账都分不清楚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各位讲，全新的开始？我甚至用一个创造一个名词叫投信转账。转账就是你不管做账，不管结账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的是投信新买的，所以他把旧的股票卖掉，转到新的股票身上。我说这个叫转账，我说你去买投信转账的股票，就对了。 啊，好，那上个星期礼拜四啊，我跟各位讲啊，百分百市价买进二三九九印泰就轻松买。我说拉回整理在这里，哎、欸，可以留意了啊，可以留意了，二十二块八啊。礼拜五呢，也稍微整理一下啊。那连续两天跟各位讲。 这个低价股票，大家买得起，而且先买再公开，你可以重压。来，今天呢，九点零二分攻上涨停板，九点两分攻上涨停板，二三九九印泰果然攻上涨停板，先买再公开。 各位，你看看印太，我我直接给各位看印太，来，我们在这里买进。我公开跟各位讲，礼拜四买完，礼拜五你可以轻轻松松买。你可,可以买在低一点，你可以买在低一点呢、啊。今天是一个跳空，直接开高，怎么跳？来，给各位看怎么跳。你看呢、哦？这周九点哦。 九点三十九点整三十七秒三十八秒三十九秒四十秒，这个真的怎么样？一秒钟几十万上下、啊，一秒钟几十万来。九点零五十九秒时候有没有？还不到一分钟哦，就拉到二十五块零五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被暂停交易，下一盘开始两分钟之后，九点零五十九秒暂停交易。 九点零二分五十九秒，两分钟之后直接怎么样？亮灯涨停板。九点零二分五十九秒，直接亮灯涨停。九点零二分五十九秒，直接亮灯涨停，看见没有？你今天去买的人，全部都是涨九趴以上，你去追。这九趴就是你跟着我的机会成本，或者你自己做，这九趴就是你自己做的机会成本。 我有没有公开告诉你？二点八买进，百分百市价买进印太二三九九。我还跟各位讲，我公开，我根本不遮，我直接告诉大家，当时六月二十九号，礼拜四，今天七月份第一个交易日，直接跳空涨停板，我公开重压。一个陈妈妈跟我重压一百张，一张两千五。 十张两万五，一百张二十五万，二十二块八。今天涨停板二十五块五，两块七，扣掉两毛钱的手续费，扣掉两毛钱的手续费，两块半，一张赚两千五。 一百张二十五万，陈妈妈买一百张，其实真的不多。关键在于她能够买到起涨前，今天根本不用跟人家争，因为九点钟刚开盘，九点钟还不到九点零一分，就直接暂停交易。 一回来就直接涨停板，九点零二分五十九秒，你看见没有？直接涨停板了，根本都不用想了。中场锁了八万三千六百五十五张，这种气势，这种气势，礼拜四我们去买进，礼拜四我们去买进，礼拜四六二九，六月二十九号去买进二十二点八。8, 我公开跟各位讲，所有全国的所有的 YouTube，这个你们观看我们 YouTube 的，你帮我公开做做做印证。 我给你叫，我有叫你去追那些已经涨停板的股票了吗？我是不是叫你去买印泰？我说我看好第三季这档低价，它是黑马股，每个人都可以轻轻松松赚。那甚至我讲，跟着操盘市的陈妈妈重压一百张，重压一百张，两块七。 扣掉两毛钱手续费，两块五，两块五十张，两万五，一百张二十五万，公开的告诉你，重压，来，开不开心？也没有遮遮掩掩,掩的。 印泰之前重旗有没有？我说长线大底，网通族群来，恭喜重旗攻上涨停板，锁住创新高，今天来到三十五点二五元，再攻涨停板，来。 从二十七到三十五点二五元，已经强涨三成了，恭喜，非常开心。二十七，短短的几天，今天在攻涨停，一二三四四天，两只涨停板，强涨三成。当你看到这种功力的时候， 你觉得这个会意外吗？当你看到我在这里带着你领先全市场去布局，你会意外吗？你会意外吗？来。 我们再持续看下去，来，这个旺戏我当时跟各位讲，五月二十五号的时候，各位记不记得，市场上没有人在跟你讲说辉达它的股价挑战兆元，我讲完之后，电视媒体、东升、非凡这些专业的财经媒体开始在讲了，《经济日报》《工商时报》这些全国专业的报纸。 开始在讲了、啊，我五月二十五号是跟各位讲，我说小心辉达，它会成为美国近年来晶片股当中突破造元的第一家，我有没有这样讲过？当时没有人讲。那讲完辉达之后，跟各位讲，我说隐藏版的辉达概念股六二二三的旺系，你要注意高阶测试有没有？当时在一百五十二点五元。 接来到一百八十八点五元，再创高。隐微在这里高阶的测试，整理整理也准备挑战高点，所以各位你看看嘛，你看旺戏赚十二点八九，第一季赚两块九毛八。 影威赚三十二点二二元，赚四块一毛八，好，毛利率部分，第一季单季三七点七三，影威，旺系四十七趴，哦，很厉害啊，相当厉害呀、啊。 所以六五一五的隐威，这边也是嘛，回档修正之后呢，今天开始突破嘛，准备挑战高点了。旺系已经先过了嘛，平台已经先过了嘛，所以高阶测试龙头隐威，跟旺系这些东西就是所谓回答的概念股嘛，对不对？ 那再来，上礼拜跟各位讲有没有？我说这张国标是投信新布局的标的啊，那平盘一下一零一点五到一零二附近买进一零一点五，我平盘下买的海运店。我上礼拜跟各位讲。 我说这电相关的，不管是充电桩，不管是电源供应系统，甚至电池。我说在这里你要注意，海运电，建来一百零八块了，收最高，准备过高了。我一零一点五买的，一零一点五买的，今天一零八了，准备挑战高点一一二了。 啊，这个所有会员可以帮我做见证，对不对？建机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先前我跟你讲，我买完，然后等营收公布，创高点获利入袋，拉回我再买。建机今天再往上垫高，嗯、来，这个必应。 我跟你讲，先蹲后跳，有没有？我说在一百块这个地方先蹲后跳。我们九十九块买的，后来在一百二十八块那天，我在加码。上个礼拜三，六月二十八号，一二八买的。今天恢复正常交易，来把上周加码的必应卖出，原始持股继续赚。一二八买的，一四二十四块钱。 加码单又入袋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亲爱的，我原始持股继续赚啊！上礼拜的加码单一百二十八块买的，今天一四二全部卖掉啊！一四二全部卖掉啊！一四二全部卖掉、啊、全部卖掉、啊，原始持股继续赚。 今天最高来一五一啊！我这个波段已经大赚两成五成五了，我加码单继续赚呢。所以我想跟各位讲，就是这个行情要赶快把握啊，要赶快把握。你看像这印太买完一天两天。 今天礼拜一九点整直接跳空涨停，操盘是亲自建议、亲自带领的，一百张不多，二十几块钱一百张两百万不多，真的不多。你用融资买，其实真的不多。买完整理。 直接涨停，一百张就是二十五万，几天的时间？几天的时间？那接下来你要注意了，这档第三季大黑马，第三季的大黑马，好不好？跟着掌握最新的行情，很多东西过去都已经过去了，那个你时光一去不复还，不可能再回去。你说。 很多股票创新高啊，涨停板、啊、什么那都过去了。我要是大家是向前看，不要每次就像开车一样要看照后镜，你要往前看。第三季的大黑马在这里，第三季的大黑马在这里，印泰你看见了，买完整理涨停一百张二十五万，轻轻松松的。第三季大黑马跟上操作，祝大家天天都有涨停板。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